哇哦，德云斗茶社来到这舞台，基本上能猜到会是谁吗？哎呦，这德云斗茶社不会是宋小宝他们吧？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喜剧老友们。我嗓子上不去了，疯了吗？谢谢，感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啊，又站在了这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。是，刚才听到这个噔噔噔，就那个声音啊，又回到了六年前竞演，特别的紧张，嗯啊，特别的，当然。开心是更多的，是啊，因为台底下有熟悉的面孔，嗯啊，还有后面很多的观众朋友们，刚才上场的时候，我听腾哥一段话，说我们在坚持什么？为了这个舞台，我们一直在坚持，嗯，为的是挣钱，为的是我们这个，为的是观众的笑脸，是，为了是让观众看到，哎，好的节目，哎，开心啊。接下来该我们德云社了，给大家说一段这个单口相声，对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。好几年了还这样啊。岳伦，岳伦，床前明月光。岳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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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那么惊讶。单口相声我上来干嘛来了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在你头头来的。我要不出来你出得来吗？你这是门确实窄了点。不是没你啊？怎么就没我？有我这里头啊。我参加过欢乐喜剧人，你参加过吗？我参加过呀。哎，我七七我都在啊。不能啊，但是你不火呀。不，在我印象里，当然我是第二季的冠军啊。我们家里有那个奖牌，就那样吗？然后上面写着第二季总冠军岳云鹏，没有你的名字呀。废话，我陪你站了十二期你不知道啊。再说咱俩网上都是咱俩的视频啊，说相声的哪有你的视频啊？网上都是，你看去。第二季最火的视频是我跟腾哥那段啊。嗯，那倒是。不是，那因为火那不是因为你啊，那是人沈腾火，你蹭人家那是。那倒也是。啊，改群口了是不是？这位那倒是，那倒也是，干什么？对呀、啊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活啊！行了，别废话了 啊！真的，我特别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演出，就冲你刚才那样，我现在也特别不愿意。真的？怎么了？就你上来说这个？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啊，脑子有问题。我就纳了闷儿，脑子有问题。您这怎么老说我们脑子有问题呢？真的，脑子不行。您别胡说八道。脑子不行，脑子比您强多了。不服是不是？我能服这个吗？我说你傻，你服啊？今天这样，哪样？我说几个灯谜让你猜一猜。这还灯谜了还，行吗？说呀。好，今天台底下坐的都是电影大咖啊，除了刘维啊，都是。你看看人家这些搞喜剧的都是电影大咖，你再看看你，从这个舞台出去，人的票房都好几，啊，那个亿了是吧？您再看您。就不爱听这个是吧？都是电影大咖啊！是假装没听着。那可不是，听着能怎么办呢？最大的痛这是。了解电影吗，宝贝儿？了解吗？看过吗？看过，看过。那票房高的我都看过。不是你招我这？不要提票房，你别动我，妆花了吧？不要提票房，好不好？行。那我说个上句，怎么着？让您猜下句。就电影。哎，猜一个完整的电影。可以呀、啊，您说呗。这还接不住我还。西红柿。首富。这不就在这儿呢吗？缝纫机。乐队。夏洛特。烦恼。摔跤吧。爸爸。哎。真不错啊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那个脑子好，脑子好。
你要是成心了吧，你是不是？什么成心？你怎么还有摔跤爸爸呢？外国的行吗？外国行，外国行。侏罗纪公园，复仇者联盟，速度与激情，摔跤吧爸爸。哎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你爱这片子是吗？怎么老有这摔跤吧？这个不玩笑了，我跟你玩笑了。我正经猜了。你好好的，你猜这个啊？还说点那个好的，我去，我猜猜。孙悦，啊，猜吧。猜什么？电影。谜面呢？说完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孙悦。我啊。孙悦，这就谜面啊。孙悦，我也没拍电影啊。没拍电影，猜不着吧？猜不着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啊。孙悦，这是你的名字。有吧？我说点不自信，可能是。后面的观众啊，虽然离得远，但是该鼓掌鼓掌啊，我能听得见啊。不得行。就你的名字。嗯。你说你的双下巴。猜这个啊。嗯。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。猜吧。我怎么，我有多少父亲呢？我看不清我有几个。看不清。我不猜，你说吧。嗯，我直接说了啊。你说吧。看不清你有几个父亲。这是。谍影重重。我这和着爸爸开会还谍影重重，哪儿那么些谍？没有啊。怎么样，这包袱响不响？各位，这包袱好极了。这包袱什么呀？包袱这个就您这逗哏不灵一般。你再来我听。猜这个啊。再来好的我听听。你呀，你有点丢人了，知道吗？怎么丢人了？这就是说相声通用的那个，你问贾玲知不知道？这不冻豆腐吗？咱猜那个四四方方，这个冻豆腐不是？能有这么简单吗？我说这个有可能想呢，还有可能观众还乐呢，还知道吗？有可能乐。嗯，那你说吧，那我听听。猜不着吧？我这猜观众想不想？告诉你，记住，我先不猜这个。你猜那个干什么？我说这个实际，就这个，这什么电影啊？寒战。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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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妈呀！自己都没想到。哎呀，我应该多写点类似这样的字。写少了，写少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写少了。您再说几个，您后边写那个不想的，我们猜猜。哎，后边这几个都想，不一定了。哎，你知道观众爱听什么呀？我看见了贾玲，猜电影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怎么样？我觉得观众挺开心。有这电影吗？有这电影吗？不是那个吗？我觉得挺，俩人挺连线的。我什么连线？挺随的。我看见了贾玲猜电影。你看那贾玲能猜什么电影？我没明白。怦然心动。也就是单相思啊。可以吗？行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看见了玛丽猜一个电影。世上只有妈妈好。你是不是缺少母爱呀？你不也不是这个？不是。那什么呀？猜不着吧？不知道。当幸福来敲门。哦，没想到都能想。是。哎，我看见了沈腾。哎，世上只有爸爸好。摔跤吧爸爸。你疯了吗？你疯了吗？这不都全了吗？这不就？不是那什么的？你看老沈能看见什么呀？触不可及。这几个包袱虽然大家都乐了，人家乐是乐在人家身上，跟您没关系，知道吗？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人家乐的是这三位，就您这破相还说呢，说多少年了还这样，活该你不火。嗯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捧哏的换成腾哥会更火。哦，来老沈你来，老沈来，老沈来啊，耽误你一些时间啊。您也抻脸抻脸，得罪啊？不得罪，对，我看你们俩怎么火。谢谢，我们俩又一次站在了喜剧人的舞台。没错，上次呢站在这个舞台上是6年前。嗯，对，对吧？
那就是一九二零一五年，就这脑子还捧哏呢，你站那儿你还废话呢，我这我怕大家不明白主要是。鹏哥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打灯谜，接下来我给您猜一个关于电影的这个好这个节目哈，说有一个人捅了你一刀，然后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，要吃他。你不要说话了行吗？您怎么捅一刀还点一炉子干嘛？新鲜是怎么的？猜一个电影，脾气大我看。抱一抱。抱一抱。爆炒的爆。怎么还抱一抱啊？你还是适合群口。我就纳闷了，这哪儿比我好了？你琢磨。那我不知道啊。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。这个杀手不太冷，没有境界。想趁机宣传自己的电影。啊，这个杀手不太冷。这个杀手不太冷。哎，这是好包袱啊，这是对不对？好包袱啊！怎么没有人乐呢？刚才多新鲜呢，真是啊！我再给你猜一个，这个带表演的啊。有个人捅了你一刀，在你旁边点了个炉子，正在烤手，发现。猜一个电影。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吧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《误杀》。哦、不错呀，也想这些年来没少琢磨灯谜呀、啊，居然也想了，我的妈呀！猜这个啊，说有人捅了你一刀，在你旁边点个炉子，老捅，你看了吗？然后正烤手呢，发哇哇哭，一直哭。误杀二吗？对，误杀二，咱俩的包袱一个没想，你回去。不赖你，不赖你，真的。确实啊，捧哏确实不好捧。哎，人家沈腾多好沾边啊，怎么了？极力的配合你。我这几个包不好吗？您那叫包袱吗？啊，那破烂在我眼里叫，知道吗？你不想了吗？误杀不是想了吗？那是人家台底翻响的，跟你台上什么关系啊？仨包袱都是马丽翻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还不是叫马丽上来呢？丢不丢人呢？我跟你说啊。相声说不可乐，自己不红了，别赖我们捧哏的，逗哏的不灵。那换个逗哏的呢？哎，换个逗哏的就行啊，我捧就行，准乐。灵，贾玲来来，玲玲来。这相声大赛拿过奖，知道吗？艾伦，我欠你个包袱啊！我写的时候，我没想到你也坐这儿。如果还是猜灯谜的话，站起来就走啊。但是我确实也是得猜灯谜，因为这是一块活，我不能上来说一段绕口令啊，是吧？说你的兄长没了，猜一个电影名。兄长没了，换一个，说你的哥哥没了。兄长，哦，哥哥的意思，兄长。我的哥哥你的哥哥没了，猜一个电影名字。猜电影吗？猜不出来啊。猜不出来。哥斯，您说。谁跑我的活？说哥斯拉。哥斯拉是吧？那哥斯拉，一个外国片哥斯拉。再来一个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说，你逢人就叫爸爸。你们俩是延续下来的哈，他那谍影重重我就没理他。这我不猜了，您说吧。还有跑活的吗？怎么期待这个呢？教父。嘿，哎，你看看人家，嘿，好想认人。我想，都是我写的，都是我写的。你写的你使不想说什么？你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下去，你们俩接着吵。行了，您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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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来，您辛苦，您辛苦。你看人这逗哏的，是不是？我跟沈腾呢，虽然6年不合作，但再合作显得有些陌生。你跟贾玲初次合作也没有那么的默契。是。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咱俩，最默契的还是咱俩。说软话了。我跟你说，孙老师，怎么着？咱俩就这么一直下去啊，再有俩月你就更火了，解散了。别说了，就。
谢谢，再次谢谢岳云鹏还有孙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很久没有来到这个舞台，今天又在这个台上算是说了一段相声，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相声，但是，感觉很舒服。今天在台上，你知道我们什么感觉吗？刚才我跟腾哥，我们马丽还在那聊呢，说感觉好温暖，好温暖。就是感觉把比赛去掉了之后，好亲切，大家就像真的像一家人，真的是真的是，没有比赛挺好，真的。我特别想问一下月月和孙越老师，你们的灵感来源于哪里？哇，这个段子也需要灵感，这一段传统相声的灵感。这还不需要灵感吗？这需要勇气啊。当时我问，我说台底下有多少观众，他说可能没有那么多观众，但是第一排会坐着你的好朋友。我说那就围绕着好朋友写段子呗。嗯，但是我跟腾哥，我们几个其实私底下交流没有那么的多，那怎么办？又只能以灯谜的形式，然后跟导演组一说，导演组哎合适，然后我说能不能把这个腾哥和玲姐我们几个配合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成功。我整体感觉演下来我觉得还可以，虽然欠艾伦一个包袱，我觉得其他的都还挺好的，挺好，非常真的很好，真的特别棒，暖人心。你觉得四位老师哪一位适合捧哏，哪一位适合逗哏？哦，我觉得艾伦肯定适合捧哏，玲姐适合逗哏，她本身就逗哏演员。对，我觉得玛丽适合捧哏吧，可以捧。对，今天玛丽她坐那儿翻了仨包袱都翻响了，你想想。我觉得腾哥，我说实话，腾哥适合逗哏。啊，是吗？对，特别特别适合逗哏，他娓娓道来给你讲一个故事，他最知道这个喜剧人的节奏。下次试试，下次您跟孙老师您正经来一回，下次咱们来个群的试试。那行，正经来一回，群没有那么重要，谁砸了反正也没事。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，有俩人保着呢。我觉得别来群的，就是跟腾哥让腾哥逗一回，可以试试哈。我觉着刚才聊到了猜灯谜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玩一个跟猜灯谜有关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哇。玩游戏、啊、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。在场的人分为两组，每组三人，两组分别出一位合作表演出谜面，各组其他成员来猜谜底，猜对谜底更多的一组获胜。我们先来配组好不好？那就我们仨呗，跟咱这边仨。行，那这边三位自成一组。可以，来几个字？六个。没。完蛋。玩转。我最爱吃，我平时我最爱吃的。羊串。洋气点。齐齐哈尔大烤肉。BBQ。哎。完了，BBQ。六个字。完了，BBQ了。哎。恭喜。我这个太难了，这个。谁猜对了？你的搭档。是我猜中的吗？啊。来下一个。八个字。女的，下跪作揖请安，蹲下坐下。坐享其成。这什么位置？副驾。坐副驾。坐副驾要系安全带。坐下副驾。对，有一个字是一样的。你们演的是什么呀？怎么还在瞄的呢？哦，前面第一个字是一样的。坐下坐上。副驾前面谁的？主驾司机。坐下坐上我的副驾。对。坐下坐上。这是什么网络流行语？是什么？坐上坐下我的副驾。来下一个。四个字。来。冰壶比赛。双人冰壶，双人冰哦，是你们啊，下一个，七个字，妩媚，女人，女传，女怀孕，女给你一巴掌，眼下两个字。美女怀孕走钢丝，美女怀孕还走钢丝，
独木桥。走钢丝。平稳。哎，有一个字对了。平，衡。体操转圈，女子平衡木，女子平衡木大平转。哎哎，这那个横还有个多音，是另外一个。女子平衡木横转，横转。怎么这么横？女子平衡大回转。恭喜。来下一个四个字。花样滑冰。短道速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谁说的花样滑冰？我哎呀，花样滑冰。哎呀，花样滑冰。你这个偷题的呀，你偷题的，你没记住顺序啊。来下一个四个字。又四个字。干嘛？逃跑。跳。殉情。绅士想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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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花样年，花样年华。对，还是得唱。真的，你才是真正的电影人。我喜欢。好棒。下一个，五个字。五个字。五个字，第一个字啊。祭血。抄。哎呦。五个字。抄。超能一家人。啊！又宣传，又宣传。超能一家人。来下一题。这就是站这儿呢。喜剧一哥沈腾。喜剧之王。对，喜剧之王自己还站那儿，自己甚至没有一点不好意思。哎，让那个月月跟那个。对呀、啊，该换我了呀，我们这是快结束了。这三个字。三个字啊。甄嬛传。甄嬛传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没翻篇吧？你让他们演完再说呀。来下一个。六个字。天灯。星星。星星。星星。从天上星星。你艾伦，你演一下，你演的是教授是吗？哦哦哦哦。来自星星的你吗？来下一个，就我俩一块演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惊心动魄，步步惊心。哇，厉害！五个字，五个字。蓝是对的。蓝色生死恋。哎，对，哎呦我的天哪！真棒，贾玲真棒，你可太棒了，你眼神可太好了，你。我天啊，太可怕了！来下一题。这几个字啊？三个字。小咪。三个字。小蜜蜂。小蜜蜂。小对吗？对，小。对。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。小眼毛。眼毛。小眼袋。电影。小时代。小时代。小眼袋。哎，这个好演，这个好演。这个好演吗？好演。这嘿、哎、啊，这是一个一开场的情节。那片子叫什么来着？降龙十八掌。不是那个小帆船，那个是不是？对，那叫什么来着？什么？叫什么？哎呦，你甭管。蓝蓝的天空，银河里。小白船，那叫什么来着？那个谁演的电视剧？隐秘的角落。隐秘的角落。对。对。谢谢对方的提醒。
欢迎我们的岳云鹏哥和孙越哥加入我们的喜剧天团。接下来